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我是吴燕南。虽然今早还有少少雨，不过日间天色不错，见到不少的阳光，所以下午也挺热的，很多地方的气温都上升去到28度或者以上。至于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就可以见到，广东沿岸的天色都不错，我们预计明天仍然都是比较好天。今晚去到明天，详细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天晴，早晚有薄雾，明天最低气温大概24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不过要留意，虽然明天还是比较暖一些，在电脑预报图可以见到绿色和蓝色这些比较冷的空气会在星期二晚就抵达广东沿岸，受到隨後的東北季候風影響，都仲係比較凍噶。所以展望方面，我哋預計星期三北風增強，日間氣温會顯著下降。隨後一兩日，市區嘅氣温咧會去到得翻13度左右，而新界咧仲會再低2-3度。由於星期三氣温會顯著下降，而比較凍嘅天氣仲會持續多一兩日，大家記住要準備定一啲保暖嘅衣物，同埋小心身體啦。多謝大家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拜拜。